三国名士夜观天下，查荧惑守心之事，近日钟离天密谋暗影大帝，意图颠覆三国世界，为抵御黑暗宇宙入侵，冥界之主帝皇侠追随时空波动，亲临三国世界，与邪恶力量展开殊死一搏。本地上一光剑，光之帝皇战龙，帝皇仙魔歼灭斩。少年三国之二，铠甲勇士破界联动，无愧少年守候，带着光的力量战斗。